当每次打开手机软件看到我的创作时间竟然已经有2000多天了，2200多天，哇，那我算了一下，2000多天是多少年？2211天除365天，那已经有6年时间了。你要知道，我做自媒体最早的是从2009年，那个时候算是自媒体吧，那个时候只是拍的视频网上传。那确切的说，应该是2015年左右，就2015年我正式在海外留学读书的时候开始做这自媒体。那说白了，我是紧接着就加入到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了。除了海外平台之外啊，我们国内平台上内容最全就是在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。哦，我没想到认识这么久了，6年其实是一个超长的跨度，就像很多楼2-3年就盖出来了，很多人呢从买房到住进新家都不用6年嘛。那6年时间好像我都可以确切的记住这6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记得刚开始入住的时候，那时候住在国外，要往国内传视频呢，在海外拍完视频你要在国内传，那一般来说都是国内半夜了，时差颠倒。我呢就坚持啊，把我所有的海外的生活视频都传上来了，就每一步都不落。从那一年开始，2016年就开始了，就每天坚持传。然后由于我当时的视频的题材比较太新了，就没有人接触过什么 vlog 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，所以很多人调侃我说我是中国 vlog 第一人。那说起来也是，但是确实发展是最差的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在油管，就 YouTube， 然后做那个视频的时候挺火的，因为当时的所有的视频收益呢都是在那个平台上，也没有想过说在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上能有什么收益。但是有些东西叫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那其实在这6年间啊，说实话有那么1-2年时间，我很多主要的收入来源呢都来自于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。实话说得感谢他们，真的得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一个生存的机会。当然也非常遗憾，当时住在国外嘛，错过了很多西瓜 play 的邀请活动，其实一次也没有参加上，有点遗憾，也不知道未来能不能参加，但没关系，我觉得顺其自然就好。作为一个西瓜平台创作者要有耐心嘛。其实真的要很感谢西瓜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年我在美国被困住的时候，虽然说以前在其他平台上也做过直播，但是直播就是互动对话，没有把直播当做一回事。但后来呢，其实是西瓜视频找到我，然后他问我要不要在国外的时候尝试一下直播带货。我现在之所以做这个事业呢，说实话离不开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的一个启蒙，没有他们教会我这个很好的自媒体营生的方式的话，我想我现在都做不了这个直播带货。得感谢西瓜视频，他启发了我，他指点了我，给了我一条路。这6年期间啊，之前跟我联系的小伙伴后来离职了，联系不到了。就是我是作为一个西瓜视频的创作者，经历了很多他们的一个职位的变动，那现在对接我的小伙伴都是隔了好多年之后才找到我，之前呢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就各奔东西了。就6年的跨度实在太长了，你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会怎么样，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变的，6年之后我依旧是西瓜视频和今日头条的创作者，没有变。现在有什么东西新的都第一时间在那个平台上发布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平台就像我家一样，有什么事情跟大家沟通，这是第一时间第一时效性。又收到一箱月饼，西瓜视频寄过来。天哪，西瓜 video， 厉害厉害厉害。看来要好好认真做视频了，要对得起平台，对得起自己。